撩鼻的话却断了天涯，问苍天几度还家。夕阳晚霞夹带着风沙，你是我的牵挂。青丝白发斩获刀剑瘦马，江湖从此回家。踏剑东山去飞花剑出鞘枕高下，仇恨仗剑天涯。少年狂酒酣畅怒疯狂，怎可挡为苍生逍遥四方。踏青山可饮风雪，功与名全抛下，恩怨是非真假，只愿与你浪迹天涯，从此不问世间繁华。东山是非花剑出鞘枕高下，仇恨仗剑天涯。少年狂酒酣畅怒锋芒，怎可挡为苍生逍遥四方。踏青山可饮风雪，功与名全抛下，恩怨是非真假，只愿与你浪迹天涯，从此不问世间繁华。算折腾老头我到什么时候呀，逃不了的。穷宋无敌，你好歹是西晋祝家的座上宾，停留十境三十年的修行者，哼，怎么会给人当一条看门狗？我是看门狗，你又算什么？不也在替你背后的主人放火咬人？你，哼，你年纪不大，就半只脚踏进七境，我猜应该是无忌堂主、修仙盟的二少爷派你来的。只有他不想三少爷与蜀山交好，看你是否过于自信，就不怕回不去？我是东晋韩约的弟子。妄言！韩约贵为东晋势力之首，的确睚眦必报，让人害怕。但这是西晋还是蜀山地界？你死在这里，韩约只会去找蜀山麻烦。说得好。星君，嗯，啊，前辈可是蜀山的奇秀星君。你不行了呀！现在我们一起出来，人都先冲我打招呼。就你话多。蜀山看来替修仙盟的两位少爷背了不少黑锅。然后这笔账又被算到我头上。我就说，这些年追杀我的仇人怎么越来越多。你难道是徐前辈？姓徐的可太多了，你在说哪位？自然是徐藏，徐前辈。哎，有眼光，我确实是那位英姿飒爽的徐前辈。我知道你，宋琼，一个活得很久的废物，百来岁还停在十境，再难寸进，不如死了了事。你这十年一直跌境，都跌回七境，没什么资格说别人废物吧？徐前辈，我愿放他离开，此事可否接过？不必在乎我，想杀就杀。记得动完手后。顺便把你自己也解决了。前辈，能放我走吗？不能。那我就斗胆一闯。剑阵。
哼，徒有虚表。韩约是南疆鬼修，你修行的路子和他不一样。说吧，你到底师承何处？我是落日谷的人。落日谷从不掺和修仙盟的事儿，你违抗祖训，回去老实领罚吧。没听明白？我不杀落日谷的人，你也趁早跟无极宫断了联系，免得给师门蒙羞。徐前辈，水月师叔一直在等你。你为什么不愿意见水月师叔？因为没必要，天天被人追杀，我很忙的。可是，我不杀你，是给水月面子。但你要是没完没了，我不介意送你上路。走了，老二。别叫我老二，要叫二师兄。好的，老二。二师兄。你看看你，都快把人小姑娘吓哭了。老。二师兄这份怜香惜玉的心，师弟这辈子都学不来了。水月星君要是知道你今天说的话，一定会哭得很伤心吧。你这么无情，我这么温柔，为什么没人喜欢我？青燕的病好些了吗？你少给我转移话题。师姐的药应该有点用吧？哼，药只能让她不那么痛苦，没办法缓解病症。她每月十五还是会犯病，离她发作还有几天。我打算缴完附近的马匪就去送药。不过你刚才收了很多宝贝是不是？出来这么久，丫头该着急了。老二，回见。嘿，我就是因为你才欠一屁股账，你再晚一天回来就是老三赔穿底裤了。你给我站住，把东西留下，我五分。怎么还没回来？有姓徐的在，应该不会出事啊。等不了了。要是被我逮到，咬他们好看。